港的創意工業目前聘用了大約90,000人，佔就業人口不足4%，產值只有250億，僅佔本地生產總值2%。特首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發展創意工業，具體包括服裝設計、產品設計、電腦軟件開發、藝術品等10多個行業。約同日本從事攝影、陶瓷同珠寶創作，嚟香港開始設計燈飾。半年前，佢自資一口氣做咗40多支燈，再自己租場地搞個人展覽。做一個 exhibition 咧，係最好嘅途徑，同埋比較係應該係最快嘅咯。因為如果你冇宣傳啊咁樣，我諗。其他 professional 方面嗰啲人係唔會知道你係做緊乜嘢。陳以文做藝術行政，畫畫畫咗10多年，一直希望多啲人認識自己嘅作品。可惜香港呢一類展覽場地有限，我係不屬於任何組織，真係獨立嘅 artist。咁如果自己去揾咧，啊自己數下手指，有幾多地方係可以免費俾你擺嘅咧？基本上係冇嘅。陳以文一樣要自己出錢，將作品印製成明信片。第一套出咗嚟。揼埋朋友心口咧，都唔使蝕錢嘅。跟住再出第二、第三套，但係都唔係咁容易嘅。點啊？我啲顧客幾好賣，有一 set 已經賣曬。你自己點發行咧？我自己咧非常之面皮厚咁揦住一沓嘢，即係知道邊啲地方有機會係賣啲比較藝術啲嘅product 嘅話咧，咁就自己攞去問佢哋會唔會寄賣啊咁樣樣咯。想將創意賣錢，在藝術品和商品兩條路之間需要作出妥協。我其實很喜歡的 light box 的 shape 啊，我自己 design 咗出嚟，咁就同埋入邊係有20張 image 喺度嘅，係咧盡量嘗試去賣出去咯。嗯，比較難啊，係啊，個 size 咁大啦。同埋好少人咁大個地方可以掛出嚟啦，所以我而家就諗住下一個 plan 就要 compromise， 譬如有條 line 係商業化啲嘅，或者可以有機器咁代替，咁樣就可以 mass produce 水快啲，大量生產。有啲廠家都就有興趣咁樣。之前即如果冇人鼓勵我，我諗我自己都會驚，咁就係因為呢啲係 manufacturer 嗰啲人嚟嘅。陳以文終於等到機會，有出版商提出用佢嘅畫做小說插圖。出版商因為佢又唔想俾錢，佢哋會覺得啊，不如我揾個designer 畫翻類似嘅嘢啦。咁我聽到我就好嬲啦，即係講到明就係抄襲。咁所以我嗰陣好嬲，我話你叫佢諗都唔好諗，我一定會告佢咯。跟住做咗幾本書咧，我都要俾佢簽一個協議啊。佢係完全唔可以攞我啲嘢隨便去印嘅。至少我要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李姓由找到走廊肯寄賣自己設計的燈飾，賣出才分分傭給老闆。做法比較困難一點，因為它的 size 那麼大，那個價錢會高過其他那些。陳以文這天跟朋友去酒吧收回寄賣了3個月的畫，他覺得藝術家走進市場
好需要一個中間人協助。佢搞掂呢個 agent。唔該曬你。藝術家好難即係推銷自己嘅嘢嘅，即係尤其是我呢啲真係匿埋自己畫畫嘅啫嘛。我有幾可即係亦都唔識點樣去 market 自己。局長會話：啊，你哋要搞創意工業啊！咁如果我去做一個商人嘅時候，我就唔使創作啦。嗰樣係另外一啲配合嚟嘅，唔係話要個藝術家自己去做嗰件事。即係亦都唔可以當曬啲藝術家，喂，我做得嗰樣嘢嚟，我真係唔使畫畫啦，係咪咁講啊？生產自己嘅產品咧，都係一種投資。投資咧就係喺對自己嘅最大咧就係投資嘅自己嘅信念，即係對自己信心有幾大。產品設計屬創意工業一種。葉志榮是香港第二代產品設計師，畢業之後去了荷蘭一間家庭電器公司做設計，13年前回來香港成立自己的公司，開始生產自己品牌。他說每一個設計都是一項實驗。這個計數機呢，就12年前呢，即是出這個產品呢，就所用的資金呢是大概是100,000元。頭嗰三年咧係好少人有興趣，點賣都賣得好少出去。到依家我咁啊，全球咧就銷售咧超過150,000部，主要係美國啦、歐洲各國啦、日本啦，同埋東南亞國家。葉志榮過去12年先後設計咗10多件產品，每次接到單就交由國內廠家生產，一次有幾千至幾十萬件。因為那個知識產權咧係屬於你自己嘅，每一件產品賣出去，你都有錢賺嘅。那個收益咧係差唔多咧，就好似收利息咁啦，差唔多當。而最積極嘅方法咧就係新產品去賣去全世界。咁呢一個咧係最直接賺取外匯嘅方法。葉志榮話：香港工業早應該走創意呢條路，可惜本地廠家一向不重視本土設計。比較上小型的廠家，就基本上係好多時咧都冇設計師嘅，亦都唔會用設計師。好多時咧就係買樣產品翻嚟，係改改佢啦，揾自己工程師改一改佢。但如果投資落一個新產品咧，佢覺得哇喂，我唔知幾時先至可以賣到幾多咁樣，變咗佢好似覺得好唔肯定咁樣，變咗咁嘅情況之下，令到佢哋咧冇一個勇氣咧去發展自己的產品。其實呢個正正就係依家香港工業面對嘅最大嘅問題。工商及科技局两个月前开始在50亿创新科技基金中拨款，资助本地电子产品设计，上限最高200万。本地的设计师是争了一个很独立的思考。陈卓文20年前接手打理爸爸间手袋厂，由来料加工到后来转为自己设计和生产。市场就在依家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没有创意的产品或者没有新鲜感，就刺激不到的市场，刺激不到的购买欲。手袋设计自己是主力，另外陈卓文请了4个设计师，香港一个，國內3個，即係設計一個。其實香港是略勝一籌嘅，因為佢可能對外嘅接觸係多啲，但不過 potential 係國內會好啲嘅。咁佢有好多嘢咧，佢係願意接觸嘅，佢冇一個太大嘅框框喺度，即係出邊嘅嘢咧係好新鮮感，可以刺激佢個腦袋，即係再思考多啲。香港大部分設計師個方式咧，都係話好喜歡用嘅手法，就係話搜集好多 data 翻嚟，然之後將佢組合噶，咁變咗有某程度之下咧，就話即係有好多人哋嘅影子喺度，咁脱離唔到嗰個框框咧，嗰個產品個競爭力就會相對地弱咗噶啦，即係好影響我哋嘅信心，即係我哋請人嘅信心。咁其實香港普通教咧，佢就唔係好主張你去即係開放或者去 create 嘅，
咁呢樣嘢其實某程度係抹殺咗一啲人才。一間精品店同一間生活用品店都是本地公司，老闆都強調所有產品由自己創作和設計。特首今日大力推動創意工業，而他們早在五至七年前已經起步。我們根本就什麼都沒有，我們的資產這些電腦是工具，但其實全部都是創意咯。你問我是不是要這樣走，我絕對覺得應該這樣走。創意嗰樣嘢係唔容易取代嘅咯，嗰度起碼要翻十年八載，一個地方先慢慢培育到啲人才夠成熟去做到嗰樣嘢咯。最緊要都係我哋自己定位清晰，有創意得嚟，又好正面又唔悶嘅嘢，咁其實呢幾樣嘢加埋一齊已經唔容易嘅啦，咁你就覺得要做到為止咁樣咯。香港做創作係有某個程度上嘅困難啦。譬如你要攞到本地文化的資料咧，亦都係好難嘅，即係冇咩記載啊。平時要多啲留心身邊嘅嘢咯，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人有好多嘢都係都好有價值嘅，不過冇諗過去點樣樣去思考咯。我諗只有一個有本地文化嘅品牌咧，先至可以賣得起價，先至可以外國人先會接受咯。杨志超在英国读完建筑，回香港做室内设计。七年前和拍档开了一间生活用品店，由构思、设计、生产到零售一手包办。不过初初很难找到厂家肯接单。当初我们又没有人听过我们的名字，这么辛苦帮你去起板又成，又运来运去，你才做了几十只。我覺得值。咁你我唔知道你可以加，譬如加我哋有幾句啲繪本啊，四格漫畫咁。試試佢咯。曹國軒做咗十年廣告，五年前同幾個拍檔用50万自組公司，將創意變成產品。而家零售點有50个，產品已經創立品牌。要個 product 係成熟，你個品牌成熟咧，你就要唔同類型嘅產品去托住個 brand 咯。我哋公司其實就好 committed 咧，每兩三個月咧就一定會有新產品嘅。最大嘅障礙就係、我哋冇一啲好有經驗嘅人同我哋去分享好多經驗，係你下一步可以點做，而嗰啲又係實際可行噶啦。咁好多時候我哋要碰碰撞撞啊，咁花咗唔少時間去兜咗啲圈，先攞到啲經驗翻嚟咯。我哋想整張咁嘅凳，成張係亞加力喎。咁你試下擺變咗黑白，睇下有冇睇。市場上弱肉強食，知識產權隨時隨地俾人剝奪。小型商場仔，點解你有呢樣嘢賣嘅？呢個係我哋公司註咗冊嘅，佢哋都即時咧就好尷尬咁話唔好意思，會收翻嘅嚇。咁唯一一次咧就係試過係非常唔合作，佢抄咗亦都唔認。咁嗰次我哋就真係出律師信嘅，咁後屘之後佢收律師信，咁佢就將啲嘢全部冇即係收翻埋啊，冇賣咯。喺香港好難話真係每一個樣咧都去註冊，每一個 copyright 係一個資金，我哋公司有個麥頭噶嘛，咁呢個咧就一定係註冊咗嘅。我哋曾經有幾個例子咧，都俾外國嘅外國嘅廠去抄咗我哋嘅，日本又試過，澳洲又試過，即係咁，因為跨國咧，你如果你要告佢咧，都好難嘅。咁但係最心痛咧，就係俾人話翻轉頭話我哋抄佢，抄幾乎係一定嘅事情嚟噶。我哋自己唔好怠慢咯，諗到人哋難抄啲咯。我哋因為創意係不斷嘅。不停咁有新嘅嘢出產，不停咁轉款，希望人哋知道呢個品牌係唔會抄嘢嘅，呢個品牌咧永遠都係原創嘅。分開兩張，都少。
楊志超希望利用香港文化色彩，增添自己品牌的特色，好吸引更多外國客。想成功衝出香港，他要求設計師要有國際視野。其實香港的設計教育呢，我覺得沒有大的問題，最主要就是有沒有機會去外國深造，或者去外國見識外國生活。設計是要達到一個國際性的水平呢，事必是要去到即係有一個國際的視野咯，啊，即係香港最好不是等於是好咯，是要即係講緊即係喺世界的市場最好先至為之係好咯。兩間公司雖然長遠目標都為打開外國和國內市場，但係目前始終以本地為主。曹國軒間精品公司本地市場佔八成。楊志超的生活用品公司佔九成，他們異口同聲說本地市場實在太小，那些料貴了，我想做這樣的檔是即是防水的袋，但就不需要有理保，因為它本身生產少少，譬如幾十個，那如果真的好賣了，受歡迎了，那我們就生產多一點，即幾百個在香港本銷即銷量來說算是多的了，因為其實我們都很大本錢去 develop 一些東西，即係淨係貨喺香港幾間鋪頭去賣咧，其實就唔係好值得嘅。你可以話出口係咪重要呢？我諗如果對一個中小企嚟講係重要嘅，因為出口嘅訂單係大嘅，好多時候可能係一張訂單可能等於全年嘅生意。我覺得一個品牌咧，至緊要有佢自己嘅原創地。咁雖然香港市場係細，但係因為香港係我哋屋企啦，算係。咁我覺得香港係好需要，即係人哋要覺得你有一個根基，先至將呢樣嘢去發揚出去。創意工業同我哋原先做工業咩唔同？如果原先工業我哋唔變嘅話咧，我哋價格唔可以提升，只係越嚟越減。由 OEM 咧轉咗我自己做品牌咧，個利潤咧就爭好遠，提升20%至30%係問題唔大。各位分區要睇翻個貨。陳蔭傑夫婦做製衣20年，之前做 OEM 來料加工、本地時裝批發同出口。面對2005年配額全面開放，佢哋知道競爭會更劇烈，於是6年前。就下決心轉型，專注發展自己品牌。冇人教到我哋嘅，喺一路走一路去學，發覺咧就係產品原來係最重要，目標放得遠啲，唔好咁眼淺。可能你一上去，我半年我就要收支平衡。咁顏色都係粉色啲咯，同因為一大氣候都係建立品牌。陳蔭傑嘅策略係款式多，數量少，款多量少，消耗大。他請了10多個本地設計師，設計夠創新夠大膽，但是市場不接受呢，我都覺得不是一個成功的商品的。有一班設計師的好處呢，是可以令到產品更加強化，當這個同時他捉不到個市場的時間呢，我們還有其他的補充，那變成很安全咯。香港以前很多時裝學校啦，佢哋 train 或者係嗰啲畢業嘅設計師，係集中係注重佢基本上嘅功夫。因為我以前香港係做好多 OEM 啊，就算 ODM 都好，啲客來款你照住去做，或者係變少少啫，你唔好搞咁多。香港自己嘅企業都唔俾機會設計師，根本佢哋冇機會去接觸做一個好嘅設計師。本地設計師爭取經驗需要機會，本地牌子得以喺市場定位。亦需要機會。初頭連我哋即係可能叫做我哋去入一個商場，好多發展商見你香港牌子，佢會俾你啲位置唔會咁好啦。要嘅租金好貴啦，金融風暴咧，咁俾我哋去入去嘗試。我哋成日都會提醒啲同事嘅，你都要執好個場。嗰啲發展商又睇緊我哋，睇緊我條數啦，睇緊你 turnover 啦，睇緊你 image。如果影響到商場，佢未必續住俾佢嘅。咁但係你問題就係、是。你在香港，我覺得我哋自己觀感就係你在香港揾我哋香港人嘅錢，你在香港點解唔俾啲機會我哋連香港有機會嘅企業入去做好啲咧？嚇，你有你嘅要求嚇，如果唔係永遠香港嘅企業或香港工業或香港牌子永遠都唔可以達到個水準。
創意工業會唔會帶動到香港經濟脫離困境？創意需要自由、空間去發揮，需要時間、環境去栽培，欲速不達。政府是有意係做這個方向嘅，即係輔助創意工業。我覺得咧應該由真真切切就做，唔係今日做就聽日想得到回收。咁應該係你朝住個方向走咧，就應該要真真正正咧去由最根基嘅教育開始咧去處理呢樣嘢。最好咧就係譬如有一笪地方咧係可以唔同嘅設計嘅人，譬如有音樂人，有時裝，有商品設計，有織師，係可以集中埋一度嘅。咁樣或者係有一個展覽場地，大家可以去俾大家睇，其他啲人睇自己嘅工作嘅。我覺得應該係靠自己咯。唔好意思啊，即係冇乜好特別嘅期望。如果有驚喜就最好啦，咁樣咯。跟住落嚟系永志趣商投，我创我传奇。